常见，就是这样子疯狂出现。有回来了。这个背影跟这个步伐，很像，有点母汤哦。大的大的，看粗啊，看超粗的。一只旧全家，看粗的粗的。啊！又跑掉，小猪说了，是猪说啊，猪说，水太浊了，水太浊了，小底的，没有一半的。还没跑远啊，再丢前面。哎呀，突然间就这样子疯狂出现，有回来了。搞不好是刚才我那个尾巴被咬掉那只，它偷来咬我的尾巴。阿川帮我，阿川，挺好找你啊，挺好找你啊，要你帮忙啊。5688，要飙车是不是啊？要飙车吗？要要。55688，快点。太高价啊！快点快点。阿川，你可能要让他一下，他给他过来，给他过来，给他过来，因为刘王那边在。发烧的，结果还好。有有起来了起来了，哇，很紧张。我以为很大嘞。有很大。大只啊，应该有三，应该有四斤的，一只就全在，拿起来看一下，快点，拿高一点啊，拿高一点，它爆大的，勾到心脏，勾到心脏，好。年轻人，为什么你的手一直抖？
我不知道。你说刚才鱼拉太滋？太滋是什么？鱼拉太大滋。哎、欸，干嘛瞒着嘞？想太久没拉到鱼了，看他手在抖啊。常常在拉。常常拉。今天拉四条。可以可以。感觉都阿饱啊！有啦，大的啊，大的大的。那骗人会而已，还是很大。哎，真的在阿饱旁边都会中鱼。阿宝，阿宝，快点讲一下，快点讲一下感言。哥在你旁边都会中鱼，心痛啊！好、哦、心痛，心痛。哎、欸，都没有颤抖嘞。鸡龟，干这家的。正吃哦，哎、欸，阿华来看啦，快点，来啦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我要来看，快点，正吃。不要了。干正咬啊！干正咬，正咬。这样子好小啊。也是小乖乖。哇、啊，超粗的慢波鱼。超大只，我这次大概有一两万有了，有一只大只的翻车鱼，今天的都超大只的。快点暴力小红，暴力小红！下课鱼吗？有观众都来了，出弟弟吗？出小弟，耶、yeah ！今天怎么上班迟到？北风北。中什么中什么？不知道，应该也是吧。吃瓜！快点快点快点，船要来了！杀抓吧！要上来了吗？哇！小到快要拍不到了！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。OK。